讲哎、欸，南死极吗？定没有啊，啊？因为泽平猫耳是那时候帮他画，然后画完之后有人说那很像青蛙眼睛。死定！还有哎说，哎哎哎，蜘蛛网谁丢的？太过分了、这真的超像折纸的、啊，今天他那个衣服啦，衣服真的很像，没有就是衣服很像跟头发都很像，因为折纸也是长头发，然后往前面。对对对对，哎、欸、啊啊啊！可是他就问说不行，我再改啊，感觉就是他是用不了。明知，嗯，嗯，你在？哈哈，是哈哈，有还有抢到，他是真的有抢到的。哈哈，哎呦，他去换了，他去换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做自己啊，不要再做别人了。不要，因为那感觉真的不要没有志向，做自己不是很好吗？既视感太强，嗯，既视感太强。你看他明有自己的 skin 啊，他就是故意的啊。哎，因为泽平的耳朵是跟他头发不同颜色，我那时候画的时候，没有重点是他就已经承认了，对啊，事情做自己好不好？真的，好自在。对啊，你看，就算小雨胖胖矮矮，他也是很开心的做自己啊。我是每天都吃很多啊，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没关系啦。没有啦，没关系啊，我明天要去吃烧肉吃到饱，好拍下去。这样点得到吗？聪明聪明聪明，神空那个 GTB 是谁啊 ？GTB， 我只知道 GTA。我也知道 GTA， 哦，他这样是 GTB 哦，他这样点得到吗？我看一下，这个可以吧？然后点船再坐上去，嗯，哦，可以耶，哦吼，哦，他跳啊，那这个船下来不会掉下去吧？嗯，别人会，哦，不会，那我就可以直接从这里上来了。哎，对呢，接关了，我这直接接关了，接关了，我直接跳上去，哎，哇，我直接跳上去了。这样不行啊！哎，不是吧？这边最后这个够吗？最后这个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哎，他赢我了，可恶！什么？这个极限跳？把 TP 回来！我又失败了，上去了。他是用两端跳，我看看直接可不可以？哎呀，直接应该不行。哎呀，有人不会点啊！那我重开手，重开里面一点就好了。重开里面，他会从另外一边点哦。要 super jump 到的啦。这高度是点得到的，不，这高度你有多低？看你能多低？哎 ，super jump 就可以了。哎，你把我挤下来，你这胖子，你是谁？胖企鹅，我要打他，胖企鹅。可以啊，这点不到了，我已经在那边跳很久了。要 super jump， 耶，我跳到了 super jump， 哦。什么皮肤是企鹅的这一位，真的超透明。为什么？团。天天啊，天天，可是你的那个 ID 有三个人好像、喔，真的，真的，这个我看过、欸、TT 三胞胎，还是圈圈 ，TT 圈圈 ，Tantan 圈圈 ，Tini 圈圈 ，Tantanian 那个应该叫做 Tintin 才对，TIN，TIN，TT 的，太难了吧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不会啊，没有，你要啊 ，super jump， 对，但他这个没有，他这个栅栏有没有？你蹲到最后，然后往前跳，再跳就可以了。啊？大家听不懂？有了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赶快跑啦！不要全部挤在这里。哇，我看到有两个，等着掉下去，要抓好距离。我觉得他们要给要好一点。有啦，有人过来了，这样比较简单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对的，这样比较简单一点。哎，太 easy 了。对他们有些人来说也是啊。我刚刚也是重复了，哦，飞出去两三次。对，真的。不然你就前面放岩浆块啊。不是 Iron Man 吗？好帅啊！我好像不要挤到他们。Iron Man 啊，不要挤。Iron Man 宝 ，Iron Man 充电宝，充电宝，充电宝。我看到一个人把他挤下去，坏透了。地狱，他已经要等那个了吗？他已经要等不开通直接过去，是不是？他走到哪里都直接在不要放弃啊！他不想跑啦，没有跑的欲望，他直接放弃，怎么可以直接放弃？
你们先去选队吧。不能放弃。有，先选队，先选队。选队，选队。我选了，选了，选了，选了。啊，对哦，自己要选队哦。嗯。喂。喂。啊！有人没跳过，前几年破关下去了。你们是什么红队？你。你在地跑一点，玩到都有点热了，热热了，热了。我把风扇开强一点，把窗户打开啊。这个放岩浆块太过分了。好了，让他们 easy 一点。啪啪啪！不要，岩浆块应该还好吧？它会啪啪，会啪呀，那跟仙人掌一样啊。前面应该很简单吧？这里很简单，这我觉得很简单，这里很简单，这里还好吧？跳过来，跳过来点船啊！点船呢？点船，示范给他看。点船，点船，这船是有点危险。他自己下来的啦。哦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操！你屁股也太大了吧？大屁股，直接把他推下去。有，他已经选到队伍了吧？哦，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黑，P P 开头的，嗯，叫开头的，嗯，让他跳关，会。哎呀，过了过了过了，都过了都过了，后面的加油啊！可以，闪电侠从天跑，可以的可以的，跳，自己跑自己跑，快跳，这次不跑啦，快跳，跳，有人跳，跳进来，快跳，哎，哟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啊，给哈哈特别的，你看直接。结果，你要这样绕一大圈给他是不是？让他们可以直接来啊！我最后一定可以了。这是跑酷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单格跑酷？你要跑去哪里？不是从哪边上去？要练习案是？没有，这是我们专业的。可是我不喜欢这个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容易跳一跳，间隔不对会掉下去。掉下去吧。会这种的会，因为平常不会是跳在一桌上刚好。鸡姐掰。哎，啊，选对。这个跳一跳就掉下去啊。啊，来，让哈哈来这边呢。来来来，一圈拉，圈拉，去去去。啊，有人要出去，有人要出去。真的哈哈而已啊。好嘞，我刚刚踢冰球了。去外面啊！去外面，去外面。要再踢一次，踢一次，再踢一次，再踢一次。再踢一次，踢一次，大牌大牌，进去，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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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进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八打九，好，八加九，八加九，八加九，来来来，五千分哦，五千分，确认一下，对，五千，超级留言。Go go， 谁会是国王？西瓜国，西瓜，哦，蜜蜂国王，想睡觉的国王，哎，醒醒呢？怎么还没到时候就可以玩？对啊，对啊，是国王在这样吗？我还在选对了这边呢。哎，哦，你刚死掉？过来吗？你会过来吗？而且，哎，你看没有？别按啊！而且没有夜视效果，没有夜视效果，对啊，对啊，夜视阿一 bug 是你都是你死掉哦，重来，是死掉，不是是陨月，我每次都叫错，没有，这不是地图的问题，因为地图原本的设计是不会有人死掉的，结果没有，我就突然死掉了，坠落哎，对啊，由国王去执行指令，刚好国王死掉，所以没执行到。哦哦，白痴哎，太好笑了，怎么这么 Q？ 一个不小心就死掉了，玩弄地图啊，太小，自己去选，自己去选好。哎，那个门要先封起来。太小，再跑过一次了，再跑过一次了，不要跑了啦。都抬钱了，都抬钱了，我都打到一 GG 了啦，习惯哦。嘿嘿 ，OK， 有了，有吗？有吗？一二三四，你走开，一二三四，六七八九，有有有，都来，
好，我们进队伍中。赶快，赶快！有、嗯，这是怎么样？什么样的援助？我靠！吵死，吵死！为什么有一个在上面？严重。好了，来喽！嗯，再一次。Yeah, 蜜蜂国王是我，推翻蜜蜂国王。先跑，先跑，偷跑，我要先跑了，我要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刚刚可以跑那么远？偷跑，偷跑。其实刚刚都是我故意的、啊。你们现在真的是真男人、欸、我故意打了个 bug 指令，这样国王就是我了。因为会有人帮你做楼梯啊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做楼梯。那我，因为小雨会帮我们做楼梯啊。等等好，过头了，过头了，我要去别的地方挖，干嘛掉下来了？不是，我想说反弹挖好了就走，走一步。没有，然后你就摔了一个大坑，是不是？有，我看到允月有乖乖的挖楼梯，我要去那里。是真的还蛮懒的啦，对，没有人坐楼梯。黄金要封好哦。对啊。啊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那我们就低一点啊，我们低一点啊。对啊，我们刚都挖不到，我们到最底层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小最底层太久了。对啊 ，C 霸凌啊。嗯，好。啊！我又被霸凌，没声音了，好可怜。啊！又霸凌我？霸呢？有声音了吗？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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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哭哭，又被霸凌。哭哭。他有发现你被霸凌哎、欸，对啊，真的，我发现，我发现，还是团团好。你刚刚还投他，对，你还投呀、啊？我相信了你，我把票投给你哎、欸，我把选票投给你、欸，哇，让你能够动算。欸、我被繁星挖到了，很害羞。好好，你有往上的路吗？没有，接下来这一群懒了，完了是啊，团团陷害我哈、哦。这边你有往上的路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盖上去了。我有往上的路了。没关系，我盖上去。没有路，我盖上去了。打到哪里啊？这边有看到我的 ID 吗？在闪烁这个。我已经上去了，我已经上去了。自己把路给封好了。我好迷惘啊、哦！我看到你这边，闪烁这边，闪烁啊！哪里？然后你们把路挖掉了，哇！原来是摩斯密码，哈哈！我把路挖掉了，你把路挖了，我的手没事没事，看到国王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人来了、啊、人来了，哎、欸，躲好哦躲好哦！我发现国王乱丢垃圾，哦，哎、欸，没有、哦，那是给你的、啊，我送你的好礼物。啊哇，真的、哦，我也有了。哎、嗯欸，他们来喽，有人来喽！黄金毒好，黄金毒好，我都挖掉了。等会儿，有宝石就先挖，有宝石就先挖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那边挖了，那边挖了，可以做几个那个陷阱黄金，有没有？你就上面赌个，感觉好像下面有。哇，下面是那个地雷。我要去他们家挖了，我走喽。OK， 我也把他埋住了。过去了，我来了，哎。那是敌人，我把他埋住。哦，好。嗯，那行。自己这边的黄金都挖走了吗？他们中间挖掉了。啊，对。哎、欸，有吗、啊？有挖掉吗？没有吧？有吗？没有啊，应该没有，还在还在吗？好好，我去。还在吗？好，我去。啊，你有了。20块，我有了。快去、啊。这25还是20块、啊？二十。帮我守一下，现在总共30而已。嗯，我要去对面了。哎，进去了吗？去了。我刚后面超好笑哦。好挖掉了。Good。有一个人在我底下，然后跟他对抗。哇！这一次我最有用哎、欸。没有间谍模式就有用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不要拿炸弹炸我们哦。那个奴隶交给小鸡。嗯，好，我们又出来了。他们有黄金却不挖哎、欸。我的矿，我是挖不到，他们很深，他们很深。他们应该在很深，他们怕我们过去。小雨在你右上角，你怎么在那边、嗯？我说我要离群所居啊。我们这样是不是他的矿道？反正你跟人在一起，我在他扔一个垃圾给你。
我在三人的话。我怎么家里有一个洞啊？团团那个，团团你是不是踩到那一个？对啊，家里很多洞，还要小心啊！到处都是洞。哎，团团，结果，我在想到是哪里啊？同伴，等下马上啃他。哎，他们的洞跑去哪？叫他挖出黄金来啊！用那个紫金的那位啊！对啊，叫他给我挖出黄金。啊，躲到这边，躲到这边，对，这一层，这一层。哦，好，这一层，往后。哦，好，耶！我们在哪里挖 ？ID 啊？哦，你们跑去哪里？你们跑去他们弟弟哦？对啊。哎呦，我在挖他们黄金。交换阵地。我换国王了。去他们弟弟，我去他们妹妹。